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原神 4.8 十字世界尽头任务宝箱四个欢下邪龙通化国第三页。直至世界尽头啊，然后今天画师自动接取，好，还是一样的，调一下时间，然后来到这个新鬼王城左下角穿过来。好，这边还是一样的，然后我们来车上面啊，然后出发吧。啊，这一段坐车过程的话我也直接把它跳过了。好，这边过来之后呢，直走来清怪。好，这边解决掉之后呢，回头然后来了这个车子上面，这句话我们按一下 T。好，接着这边继续清怪。好，这边对完话之后呢，我们来上来，然后出发吧。这一段坐车过程的话我也直接跳过。好，这边过来之后呢，我们从左手边然后这边跳下来，那在这里按一下 T 键拉一下，然后鼠标左键点一下。好，点完之后呢，来这里 F 拾取。好，接着这边对完话之后呢，小地图左边西方向，西方向地图左边，然后从这边往上爬。这边画点任务追踪啊，小地图左边西方向，这里按一下 T， 然后我们从这边爬上来啊，再按一下 T。 好，就我们旁边有个嵌纸鹤，你想拿可以直接拿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小地图左下角这个方向，然后从这边往上跳啊，从里面走过来，这边直走过来之后呢，左手边就瀑布这里啊。好，对完话之后呢，来放置。好，放置完之后呢，这边瀑布就出现一个空间，我们进来小地图下方。好，这边过来之后呢，按下 T 拿一下左边这个，然后鼠标左键长按，然后放在右上角松手。好，这边的话我们进来，进来之后按下 T 键拿一下，然后长按鼠标左键给它放上去，把它放上去，然后这边匮乏还可以点燃。这个到时候也可以拿啊，准备跟大家说一下。然后这里的话是一个副本，然后我们进来。好，这边副本里面的宝箱一定要记得拿啊，这个副本的话应该是只能进入一次的啊，根据米哈游的尿性，然后如果说这里面宝箱错过应该就拿不到了，然后从里面进来。好，进来之后呢，啊，这边的话我们按一下 T 键，然后连接按 F 魔线飞行。好，过来之后呢，来继续往前走，这边的话节奏跟着任务指引。然后再继续往前。好，右边这边按下 T， 然后鼠标左键放上去。这里的话再按下 T 键，然后魔线飞行。好，过来之后呢，这边有些小怪，来清怪。好，解决掉之后呢，来继续往前。这边话我们按一下 T 键，然后鼠标左键给它放上去。好，接着这边有一个金质宝箱啊，一定要记得开啊。好，箱子完之后呢，我们继续往前走，去到任务提示的地点。这边往前飞，啊，飞管，
这边一开始的话，它会放很多这种积木关啊，然后我们只要躲就行了。好，这边出来之后呢，我们还在副本里面，然后这种在这边的话是有个钥匙的，来转一下。好，上来之后呢，来继续。这边的话继续跟着任务指引。这里的话往前啊，是有个跳毯一样的，然后往前跳，再往上跳。好，过来之后呢，从这块毯子走上来，然后继续往上走。好，这边过来之后呢，按一下 T 键，拿一下，然后我们来到右侧。这里话放在这个箱子上面，接着拿一下右边这个，按一下 T 键，然后鼠标左键给它放在这个位置。好，按下 T 键激活。好，接着我们按 F 魔线飞行。好，飞过来之后呢，在右手边就有个普通宝箱，一定要记得开啊，这个不拿的话到时候也拿不到了。箱子拿了之后呢，我们看向北方向，地图上方，小地图上方，知道。然后在这里有个精致宝箱啊，这个也一定要开，来清怪。好，清完怪之后呢，来开启一下这个精致宝箱啊，这里的宝箱一定要记得开啊，不然错过了就没了。王春泉上来。好，接着我们继续啊，继续往前直走。这边的话它会有这个红色的提示啊，然后我们这边走过来。好，然后这边继续往前走。所以话注意一下躲避啊。好，这边接着我们继续往前走。这边话有个跳毯，从里面往上跳。跳上来，然后左侧这边。再按一下 T 键，拉过来。好，你这边拉过来之后呢，我们继续往前。这边左边按下 T 键，然后放在右侧这个位置来放上去，再过来按下 T 键。好，接着我们按 F 魔线飞行飞过来。过来之后呢，直走，然后右转从这边上来。好，这边的话我们穿过这个迷雾继续往前走。好，这边进来之后呢，小地图下方，然后从这边上来。好，这边过来之后呢，我们来到右手边啊，右手边这边，然后从这里跳上来，然后再往上跳。好，跳上来之后呢，来继续往前，来到任务指引的地点。好，这边过来之后呢，我们看一下小地图右上角这个方向，然后这里按一下 T 键，拿一下这个 TNT， 拿完之后呢，我们等这个龙嘴巴张开啊，我们先躲避，然后等它龙嘴张开的时候，把这个 TNT 给它塞进去。好，它这边龙嘴张开了，我直接给它塞进去，鼠标左键按一下，然后给它塞进去。好，接着我们跟着任务指引来继续往前。啊，这一段的话就是躲避这个弹幕就行了，然后你自己躲一下啊，这一段我就直接跳过了，这一段就是一直躲啊。好，这边的话躲完弹幕之后呢，我们再继续往前。然后从右边这边楼梯爬上来。
啊，继续往上走，这边的话注意一下躲避。然后我们躲完之后呢，来到这个毯子这里，从这个毯子这边往上跳，跳上来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好，过来之后呢，在我们的左手边这有一个宝箱啊，一定要开啊，这个宝箱一定要开。开完之后呢，来再继续往前走。好，然后左转。好，这一段过来之后呢，我们还是躲弹幕啊，这一段就是也是躲弹幕，然后你自己躲一下。啊，之后会进入二阶段，然后会多招出几只怪，然后还是一样的躲弹幕啊，你其实就跟自己躲一下。好，这边躲着躲着之后呢，它会有提示，然后右边这边会出现炸弹啊，然后我们拿一下炸弹，然后给它塞到它嘴巴里面，还是一样的。好，这边对话之后呢，来这个椅子这里对话，然后再往前。我靠，这他妈不是2.8 版本的星星吗？好，这边里面在里面对完话之后呢，从这里出来了，然后我们这边直接往下跳啊。我去，我们回到 2.8 的这个图了，我的天哪。好，这边的话是经过一段极其漫长的对话，那这个任务就做完了啊。好，那下期视频再见。